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呃，十五号昨天的时候，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。那在北美呢，北部包括纽约很多城市下雪了。呃，可能很多人，有些人认为正常，有些人认为不正常。而同时呢，这一两天呢，呃，会出现这个呃叫血月，从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五年。 在一年里面出现两次，连续两年之间会出现四次，其实就是这个月全食。如果说白了叫月全食，那民间呢，中国人的民间叫天狗吃月，其实是个在民间上说，是不吉利的事儿，是很不吉利的事情。那四月十五号，同时又是胡耀邦的忌日。 二十五周年的，二十五周年的忌日，二十五年前的1989年4月15号，那胡耀邦去世。而当年的胡耀邦为什么触怒了邓小平？是因为他要树立法律，法律本身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、新闻自由，那将意味着废除中共的一党专制。 所以这个这种隐喻太深刻了，作为普通的人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一份隐喻。而与此同时，也在十五号这一天，那习近平呢在北京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，也挺特别的。那针对这个情况呢，我们今天的两期节目呢会有两个侧重点。那这期节目会跟大家分享。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？呃，网上应该是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这么说的。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强调维稳。那这是习近平星期二参加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时表示。 中国正处在一个最复杂的历史时期，需要采取协协调行动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。所以他提到了一个最复杂的历史时期。这一次会议之后，要不了两三天，你看，一定有人死。我说一定有人死的是在军队当中，在政法委体系当中会出事情的。开这个会是压场子。 道理很简单，作为主席，作为国家安全委委员会的小组小组组长，我说话了，谁敢威胁国家安全，我就干死你。他实际是引述了新华社的报道了，那篇报道我自己也看了。他说，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时候都要丰富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。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，所以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，又重视内部安全；既重视外部安全是修辞，又重视内部安全是实在。中国人讲话都是这样，对吧？通篇。 他整个的通篇稿当中，我注意到了里头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如何，里面提到的所有的都是国家安全的概念。那与此同时放出的消息，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，在本月初的一段时间出访了日本，秘密会见了日本的首相，包括会见了日本的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。那。 包括他的官方长官，那就在我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个会完全是对内的，完全是对内的，是因为现在的局势出现一个状况，中南海恶浪滔天，大家你死我活，所以他站出来开这个会，表明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第一箭射出去了，他又抽从背后抽出第二把剑。 现在射了第二把箭。那头一把箭，第二把箭射出去呢？那有的朋友就应景儿的做了一番事。BBC 有篇报道这么说的：王文志，这是新华社的记者，直接再次实名举报这个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。呃，他接受 BBC 采访时说。 中央反腐的决心给了我勇气。你看这前后应景儿非常有趣儿，跟唱戏似的。王文志透过自己的微博向中纪委再次举报宋林。那他是在五月十四号晚上七点三十六分发出的微博中指控，那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在华润收购山西金叶产业过程中。 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。刚刚被拿下来的中宣部的副部长，原中宣部的副部长，正部级官员，就是原来太原，一直在山西为官，而山西省的相应的过去的官已经被抓了好几个了，非常硬劲那这是王文志第二次实名举报他，他曾经实名举报过。 但是没动他，也没动对方，而王文志在这个微博中还提到宋林包养情人涉嫌贪腐，举报信的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文志，并且附了宋林和他的情妇杨丽娟的合照，内容很多，涉及到多少钱，他们之间如何如何，都是这些具体的内容。 那还有一个叫李建呃李建军的，在去年的时候曾经也举报过，是山西晚报的，大概是，是太原晚报，是山西晚报的记者，所以这个宋林是第二次被这样处理的。那我看有一些其他的评论提到，宋林呢是宋平的远房亲戚，而宋林背后的大老板应该是江泽民，所以在我的看来角度就是说应景啊。 你记住石涛这句话：，二零一四中国会出大事儿，所有的人都在与时间赛跑，什么时间呢？就是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的时间，因为今天在中国社会里面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满意，挣钱的、嫖娼的、卖淫的、当官的、倒房子的、要饭的、打工的，没有一个人满意这个制度。 那才是邪门的，那才正常的。但是谁都又不愿意挑出来说共产党是罪恶之首，但是这大家又知道说共产党是罪恶之首。二零一四会有的瞧的。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. Beautiful, a nimble mastery.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. The explosion sound，the defined culture returned color of and tickets, visit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应景的故事，是等于配合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。那同时有另外一个应景的事情，是直接扎。 习近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《德国之声》的报道这么讲：，维权律师说，我们被警察虐待。建三江维权事件让人们怀疑中共当局是否兑现承诺，遏制酷刑的使用，建立法治，保证被指控者的法律权益。那中国维权律师被中共党媒称为“社会毒瘤”，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到了广泛的打击。 文章上来就引述了唐吉田律师，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，就是他在建三江的这个拘留所里面的十六天日日夜夜的经历。他讲说，头上罩着黑头套，被带进了房间，然后听到拉绳子的声，突然，呃，背后的手铐被猛地向上拉，他四脚朝天。这是唐吉田律师回忆自己被抓进警局的场所。他说：“我的头朝下，两脚离地，屁股朝上。” 唐杰田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讲：“五六个人打打我、踢我，整个过程我只听见砰砰砰的声音。打人的人不让被打的人看见他的脸，把被打的人蒙上头。他们打人不说话，然后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名义，关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。” 法律的这个管制机构里面，但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把人的脸蒙上，他们见不得人，他们知道自己连畜生都不如。所有这些事情的干这些事情的人都是这样，就像中国共产党当官的给他下属下文件似的，上级领导指示，上级领导不是人，你看嘛，从上至下都是这个，对吧？ 他不是人的原因是他白天当黑天，黑天当夜里。他永远是见不得阳光，但表面上他是穿衣服的，实际是他完全都是裸奔的。这就是这个体制的真实的一面。有人说：“石涛，你对共产党那么大仇恨？”那我的想法挺简单的，当这个体制下的一个老百姓，他的媳妇儿。 被城管强奸的时候，这个男人敢躲在犄角上不出声我就想问你：我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恨？你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恨？所以应了一个朋友说的话：今天的中国人不反共，还是人吗？真的是。而黑头套、黑黑夜、黑绑架。 这是高志胜律师的曾经写过的一篇长文。今天，建三江律师这个维权律师，四个律师被打折了十六根肋骨。高志胜律师因为被这样残酷对待的原因是，高志胜律师知道了那法轮功学员在十年前就曾经遭受过这样的迫害，他站出来了，他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，他就遭受了同样的迫害。 而当时的人，很多人说他太激进了，但今天说他太激进的很多人，同样遭受了同样的迫害。智者在于从生命的角度看问题，他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质，不会人云亦云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